各位敬爱的乡亲、时代青年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恭喜！我是南投县议员吴国昌，伫遮甲大家请安问好，并要甲大家拜年。时间过得真紧，新的一年又过到了。国昌伫遮感谢大家一路行来收听支持，让我有机会延续来服务大家。我一定会认真打拼来回报给大家。伫遮新的一年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！玉兔送福来，恭喜大发财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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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